我是金公公，今天介绍的房子是一室一厅的，寝室大跟外大跟边，后门直接流的，位置非常好，小马路边上很安静，可是这个小马路24个小时有人，很安全，非常安全的。关键是什么？朝南呀，哇，阳光很丰富，客厅很大。朝南的房子，那么房间里面进去看一下。哦，房间的两边窗口通风非常好，朝东的、朝南的也有两边窗口。哦，衣柜很大，衣柜很大。啊，这房子不错的，价格呀，卫生间呀，那个厨房呀、冰箱呀都好，挺不错的房子。我是金公公。